子瑜化身咖啡厅打工仔，亲切发传单打招呼超圈粉。我这里了，我这里了，我要有飞机哦。有这样的店员，小编我每天都去。子瑜日前趁宣传空档，和 TWICE 姐姐们一起参加综艺，到咖啡厅当一日店员。上面有冰，就是冰淇淋。那个好说吗？喜欢喜欢喜欢。감사합니다。Juice, vanilla, ice, ice. 아아。미나원이힘들어요진짜요행복해요网友翻拍画面一曝光，子瑜被大赞是最美电话，他还超宠粉，发上班美照，还有和萨娜的合照写下：今天打工虽然有点累，但很有趣，请大家多多光顾我们咖啡店哦。加油！加油！